好啊，系咪好开心咧？因为有靓女嘉宾喺度，你都好靓，你都好靓。系啊，呢个衷心嘅，衷心觉得嘅。咁我哋有李绮文喺度啦 ，Hello，Hello。我哋好难得噶，因为咧，我哋成日觉得咧，我哋讲啲嘢比较嗰啲叫做偏锋啊，之后啲嘉宾会觉得好恐怖、好血腥。咁所以咧，都系讲啫，系啊。咁可能会觉得即系好似啊、哎，会唔会我讲呢啲就都会影响咗个 image 咧？所以当初我哋邀请你咧，你肯上边嚟嘅时候咧，我哋系即系超级开心。即其實、我都有留意你哋呢個 channel 好耐噶啦，多謝你啊！因為其實咧，我自己係即都會成日睇一啲關於一啲凶案啊、或者奇案啊嘅電影或者電視劇嘅，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就了解咗啦，或者認識咗一啲嘅奇案啊，咁從而咧就會睇你哋個節目咯。哦、多謝你支持、哦、其實呢我們今天除了多謝你會上來做嘉賓之外呢，我們今天定這個題目呢其實都是以文講那個，即是提議我們去講這個 topic 的，我們是覺得很好的這個 suggestion， 是因為平時我們有些擔心，就是譬如嘉賓上來我不想他的壓力很大，就好像、啊、他都要好像很費心機去做功課，但你是勁有客咯，是嗎？是啊，你超有客，很主動提供很多資料，是是非常之好，真心是我想著，如果是這樣，不如說一些比較我自己熟悉啲，又同你哋嘅主題比較有關係嘅嘢咁樣咯，係啊，同埋我都覺得好難得有一個機會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我自己嘅，即係你都中意睇，係係睇得呢個節目嘅應該都接受到呢個 term 嘅，係啊係啊，因為其實我最初即係我哋今次咧就會講一啲係由真實案件改編嘅一啲嘅。電影或者電視劇啦，咁主要都係係韓國嘅，咁咧就我會講俾大家聽點解會特別係講韓國啦。咁、但係其實點解我會成日睇呢啲咁嘅電影啊或者電視劇咧，就係因為喺我嘅演藝生涯上邊啦，咁其實有好多時我都會飾演一啲係譬如同兇殺案有關嘅角色啦，可能係兇手啦，可能係受害者啦咁樣，咁所以。為了做功課的話，其實我都有時都會看一些類似的電影、啊、或者電視劇、啊即一來學一下那個演技啦，二來其實、我覺得有很多其實他們那個劇情、啊、各樣其實真的他們是由真實的故事改編，但是那樣東西是很峰迴路轉、即我的意思是他本身那件案件可能都已經是一件很峰迴路轉、很想像不到的事，即已經好像是一套電影，對、還有可能受害者那種心痛的已經不是一個我們未經歷過的人我們想像那件事、即當你看著他的劇情怎樣推進的時候，其實哇我有時候真的看的時候我都會覺得個心是很痛很痛很痛，是啊，是的，那為什麼、我們今次會特別講韓國的東西呢，因為我們聊天的時候剛才我都講了很多很多套是這樣的戲、或者這樣的電視劇、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啦，韓國的電視和、電影啦，即是這段時間很蓬勃之餘，其實他們關於這些真實案件改編的劇集、或者電影呢，其實他們寫得很好、他們對於那個劇情寫得很好，案件寫得很好、演員是的，演員又做得很好，他對於演員的情緒、那個、感受、真的你會覺得很入心的，即香港呢有時候、我們看到那些、電影、或者電視呢，其實你不是很感受到那個，其實有時候有些少少出戲 feel， 我會覺得投入不到落去，同埋很多時候可能他們是從查案的角度的時候、變成我們未必，而查案者呢他又有另一個故事的嘛，我們未必很感受到受害者、即少一點這方面的描述、那個感受咯，是啊是啊，好啦，那呢我們再分享下去之前呢，那麻煩大家可不可以幫手 share 一下出去你們熟悉的平台啊，自己的 Facebook 啊、因為都是那句，其實平時的觀眾經常都說收不到我們那個開 live 通知，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幫手將這個節目可以 share 出去、share 去什麼 group 都可以，其實通常如果你有 share 過呢，你就會容易收到那個通知，所以大家記住 share 了、好聰明啊，以文完全是說了我要說的東西，
埋有 like 我哋啲嘢，你有 like 過就係就會容易啲出現咁樣咯。嗰啲 post 咁好啦。另外仲有就係、是、啊，都係貨金啦。呢、這個隨緣貨金曲都係等大家即係想支持下我哋咁、隨意貨金啦。如果想做會員嘅話咧，就去翻我哋網站，可以喺會員專區嗰度登記做會員，或者有啲咩問題可以 inbox 我哋嘅。咁、另外就係、是、啊，仲有啦，賣多少少廣告先成機，真係好抵。咦，你冇入到嗰張相啊？嗰、那個係因為咧，而家我哋咧有一個特別優惠嘅計劃咧，就係、是、第一至第四季總共52集節目嘅 Part A Part B 咧，只需要500蚊就睇到啦。咁所以如果譬如你哋咧有申請政府嗰5000蚊消費券咧，咁我哋係非常之歡迎你哋係將個其中500蚊咧去俾我哋嘅咯。係、啦，最主要就係呢一樣嘢啦。咁就仲有一樣好緊要嘅嘢。唔講啊，可以。你講先啦，就係我哋咧，因為有都好多觀眾啊、讀者嗰啲都有問我哋嘅，就話點解今年書展好似冇咩聲氣啊咁樣？咁其實我同阿哥哥都已經決定咗噶啦，係、啊。系啦，我哋就算出书咧，系一定都唔会经典子出版社去出书噶啦。咁呢个就我哋日后再讲其他即系点解嘅原因啦。而我哋都会好即系好坦白会解释俾大家听点解嘅。咁、就所以你见到书展，即系无论系我哋犯罪了哥嘅名义，定系恐惧了个人名义咧，都系冇我哋嘅书，即系冇新书卖嘅。咁呢个或者我哋稍后即系再即系整合下、组织下之后咧、就再喺个page 嗰度同大家。公布咁樣啦，咁呢個咧出翻張相先，宣傳嘅嘢一定係要喺開頭講曬先，咁即係呢一個啦，就係500蚊可以睇曬52集節目。咁我真係有計過，52集咧大概係60多個鐘頭到咯，咁有4個月嘅時間睇，所以係非常之抵嘅。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就記得就可以 inbox 我哋咁樣啦。包括今日呢一集係嘛？包包括㗎？今日唔包括，太特別啦你。係啊，一定唔包括㗎。係啊，係啊。咁我哋呢一集就會就係、是。第五季，是的，我們是第五季，我們都不經不覺都已經真的都其實19年開始差不多2年樣、但我們在舊網台都有做的、即這個是我們屬於自己跳出來之後這樣計算就是第五季、不如說下你這麼難得請到你上來說下你的近況，那我就在耳聞的Facebook 那裡偷那些圖可以出一下這一張這一張是不是就是杜汶澤 Nayshow 的平台一套新的劇集、你可不可以講一下少許介紹，在觀塘下體驗愛的故事，是啊，很正的這個要即是那些什麼兒子什麼生性病什麼什麼什麼父配感安慰嗰啲，係好多人都話睇錯咗嗰個文字嘅組合啊吧，但係唔緊要噶，可能你哋睇錯嗰啲嘢係真係會出現嘅。可唔可以講下個內容會係？主要都係講喺觀塘下體驗愛的故事啦，觀塘下體驗愛嘅故事。但幾時上啊呢套劇？我諗啊，都可能係今年嘅第四季啦，係啦，係啦。哦，即係差唔多年尾嘅時候，係啦，年尾嘅時候咯。咁大家就要留意啦。咁其實有。其實主要的背景就是講一間在觀塘的公司啦、我不知道、你有幾多呢度嘅有冇觀眾是在觀塘翻工噶？咁其實我相信喺觀塘翻工有一個鬧觀塘嘅群組，係啊係啊，日日都要屌下觀塘老母啊嘛，係嘛？其實我哋拍呢套劇嘅時候，我哋都深深有呢個體會，都真係好實實得好緊要。即係譬如我哋明明係可能。我哋拍，因為主要主景係觀塘啊嘛，我哋明明可能係轉下一個 location， 其實只係隔兩條街嘅啫，其實真係行都行到嘅。咁但係因為你知道我哋演員又有妝，又整咗頭，又有衫，又著住高踭鞋，同埋又費事再戴翻個口罩咁樣再行兩條街，咁通常都會 call 車嘅。咁我哋通常都係點解兩條街都係半個鐘都好好啦，未到，跟住係啦，跟住明明咦明明。真係好似望到噶咯喎，點咧咁樣？即係啦，呢個我哋都真係好深刻，係咪嗰陣又好熱咧？係啊，所以就係大家要留意今年年尾，係啦。咁啊，冬天嘅時候就睇翻你哋夏天嗰陣時拍嘅嘢啦。通常都係咁樣噶嘛，係咪啊？係啦，如果反應好嘅，都會再開第二季咁，所以大家到時記住睇啦，都係 share 啦，貨金啊嗰啲啦。我有貨到金係啊，杜汶澤呢。show 嗰、那個係我有做到，係啊，多謝你，多謝你，係全靠你哋，我哋
先有糧出嘅。唔係真係大家都支持翻大家咯。其實你頭先講起出書嘅嘢，我覺得誒而家大部分人都會選擇上網睇，咁我覺得可以考慮網上版。係，我哋都會啊，兩樣都會咯。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就你唔係慳地方啊嘛，唔使咁多地方擺書。係啊，同埋你真係可以隨時都睇得啊。好啦，咁我哋咧事不宜遲啦，我知大家咧都等咗好耐，好想快啲可以我哋講下我哋今日嘅題目啦，就係講緊關於一啲咧係真實事件、真實案件而改編，或者可能都悲喪，可能差唔多九成咁類近嘅一啲電影或者戲啦。咁但係主力都係韓國為主嘅。咁其實頭先麥前咧，耳聞有講到一個 point 好好，你又講到話點解會特別講韓國，就係覺得係咪韓國嘅觀眾，你會覺得會唔會接受程度大啲啊？定係你有啲？睇法噶，頭先。其實我自己會覺得香港其實一直以嚟都有關於案件嘅電影或者電視啦，但係能唔能夠做到韓國對於社會上面嗰個震撼啊或者威力，甚至乎即係其實真係有啲嘅韓國電影係真係改變到佢哋嘅法案啊咁樣，但係我就覺得香港到而家都係未做到咯。咁究竟我哋唔係冇一啲？好的電影咯，只不過是會不會是因為我們看的人，我們除了看明星，我們除了看那個演員他化到那個妝很殘來做之外，其實我們會不會很深入地去看究竟這件案件的後續發展啊，或者這件案件他們對個社會上面會不會是有一些東西我們是需要可能修改啊、探討啊這樣呢？其實即我可以，譬如咁講，你唔好話去到案件啦。譬如我哋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啲劇集好多好風魔嘅，譬如我講個例子啦，最近嘅，譬如《大叔的愛》咁樣啦。咁當然正常你睇劇，你梗係會好關心男主角有幾靚仔啊，啲場戲咧好 sweet 啦，佢哋就快嘴啦，啲場戲又好虐心喎，佢哋就快分手。咁但係其實，嗰、那個故事入邊其實都會有講到，即係譬如同性戀喺香港面對嘅問題啦。咁而家喺香港其實都未能夠同性婚姻噶嘛，但係喺台灣就已經係可以到噶啦。咁其實平權之路喺香港嘅平權之路，同埋喺世界各地嘅平權之路，究竟係點樣呢？其實大家會唔會除咗睇明星之外，會唔會可以即大家都探討一下咯？因為我覺得香港的電視和電影能不能夠繼續做下去，能不能夠可以很有深度地去帶領到我們的社會，其實某程度上其實都是跟我們觀眾的取向喜歡看什麼，是的，還有我們看的時候有多深入啊。就算我寫一個很有社會議題性的一個電影或者電視，但是看的人究竟他們看到些什麼呢？其實這個都是很重要咯，我會覺得即如果這部戲是做得好的，大家有爭議嘅，咁就會有下一步咯。即係譬如好似我哋睇翻韓國咁樣啦，其實都係因為當年有幾部嘅電影啦，譬如好似我哋陣間會講嘅《殺人回憶》啦，同埋之前有另外一部係啦《熔爐》，其實都係因為呢啲嘅電影，佢哋做到一啲嘅社會上面嘅一啲嘅影響力啊，甚至乎即係亦都喺世界各地都有影響力，先至會不斷又不斷地再有呢啲咁樣樣嘅電影或者電視劇出來。是啊，很認同啊。同埋有時我覺得即係現實啲講啦，因為咧，譬如韓國陣間我哋慢慢都會講到啊。其實咧，如果你會拍一啲議題咧，係可能牽涉到政治或者可能你話政府嘅，其實你都會遭受到政府打壓嘅。呢個好坦白就係世界各地嘅情況都係一樣咯。咁就譬如我哋可以開始講下嗰套《熔爐》啊。其實如果喺香港咧，我冇記錯咧。嗰陣時上映喺電影度上，即係電影院度上映咧，其實叫做無聲吶喊嘅。咁佢叫熔爐咧，係因為佢係根據一本小説咁樣去拍翻出嚟，而嗰本小説咧就係叫做熔爐嘅。咁呢個事件嘅背景咧就係講緊，其實都幾諷刺嘅，就係講緊喺韓國啦，一個地方光州啦，嗰度有一間咧，其實唯一一間嘅聽唱學校裏面發生嘅一啲性侵事件。咁如果講起光州咧，可能大家都有啲印象，就其實咧逆權司機啊，都係講緊咧。
嗰時1980年代韓國爭取一啲民主嘅運動咧，其實遭受到血腥嘅打壓嘅係。咁、而呢一個飾演逆權司機呢一個嘅男主角宋康浩咧，佢之後都被朴槿惠係列入咗黑名單嘅。咁、所以有時好無奈就係，我會覺得即係順便講下啦，大家可能好期望一啲演藝嘅人員，佢哋會可能為社會議題發聲，但係好坦白，其實佢哋遭受到嘅壓力亦都係好大嘅、即係難聽啲講。他因為這樣好了，我發聲之後我沒有飯開，你是不是可以給到錢他開飯一路維持他一路下去、有些東西是很現實、我覺得不可以要覺得說、他為什麼不幫我香港發聲，不幫，有時我覺得個位置都要看看，即 要自己想一下個位置是怎樣、其實基本上現在、拍十年的一些的導演、或者一些演員、其實他們都有面臨這個的情況咯，即就算可能是、即是那套十年那套電影是啦、即譬如可能他們在香港其實他們接拍一些電影或者電視劇其實可能都會是、有困難咯、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問題來的。是啊，所以我們說真的好像很容易這樣，但 是啦，之後即所以呢反過來就是我不會說很要針對對話冇發聲嗰啲人，但我會特別欣賞係願意講嘢嘅人咯。係真係啊，前路係會啲嘅。其實我都唔知道。我嗰時係好欣賞，就覺得哇，你好犀利啊！即係你嗰種係好感言。個問題就係、其實你可以唔出聲嘅。我係好明白呢樣嘢咯，即係你要選擇係咁樣講，你其實係你唔知道之後條路會點㗎嘛。所以都係嗰、句，大家可能揸的士啊，第時大家見我個個爭住搭，可能係啊，但係唔識路。爭住搭，所以其實即係大家支持翻，你覺得係佢值得你去尊重、尊敬嘅一啲演員啊，成啊，我覺得係呢個好緊要咯。其實都唔容易嘅，即係好似你講過一次，每一次有咩事就大家將嗰個寄望落咗喺你身上，即系觉得你一定要出声啊！咁样其实即系都个压力都好大，除咗系唔同路嘅人带嚟嘅压力，其实同路嘅人都系好大压力。即系出过一次声，即系同之后有一次又突然间唔出声，佢就又会话你做乜唔出声？系啦，即系同，即系其实我觉得有阵时系。即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啊，道不同啊，不相為謀啦。你中意點就點啦，唔理你啦。咁但係某程度上，同路嘅人嗰、那個傷害有陣時，我覺得係或者個壓力其實有陣時俾我帶俾我哋嘅係更加大，同埋你個心會更加痛咯。因為你會 expect 佢係大家同路會明白你點諗。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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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啊。好啦，咁我哋咧即係講到係啦。其實呢個咧，我哋就算講《熔爐》呢套戲咧，講緊阿孔劉咧，因為呢個套戲嘅男主角孔劉，其實唔知大家即係冇留意韓劇嘅人知唔知啦？佢就係拍《屍殺列車》嘅男主角。係啦，其實因為我啲朋友都真係唔係太識韓國啲人咧，所以我都特別要講明，就係呢個靚仔啦。我唔覺得就頭先望到點解有張咁靚仔嘅相嘅呢？呢個就係乜真材咁樣張相？呢個就係《熔爐》嘅男主角啦。咁其實咧，如果即係其實《無聲吶喊》呢套戲拍得成咧，都真係要好多謝佢嘅。即係其實成件事，就算我未開始講嗰件事發生嘅時候，我講翻個背景要點樣成事，就係、有呢單案發生啦。發生完之後咧，其實係應該咁樣講。sorry， 我再講埋個老師先，或者 operator 哥哥可以預備定咧我嗰條片啦。咁有個老師咧，佢叫做全英涉啊，佢就係咧。入咗去呢一間邵氏嘅學校度去做教師，咁佢就發覺呢間學校有好多問題，就啲、是、學生咧係個個都唔開心嘅，咁同埋佢就試過真係即係聽過有啲學生喺廁所尖叫啊成，咁慢慢發覺我哋而家係講真實嗰件事、啊，真實嗰、那個係啦，嗰、個老師真係叫全英涉，咁我有一段小小嘅訪問，當然大家唔識聽韓文，但係佢有少少字幕嘅，咁陣間可以睇下佢有少少描述翻件事係點樣發生，咁就因為呢個全英涉，佢就係咧覺得咦我唔可以恃住自己打份工而不出聲，他就很勇敢要揭發這件事，但怎麼知道這個學校呢原來是很有勢力的、即是跟政府有很多利益的關係啦，還有他們是因為是家族生意來的，即總之就是借助好像慈善、幫人為名又可以向企業籌款、即總之自肥啦，但裡面就對學生即性虐待打很瘋狂的虐待啦，跟住呢件事就咁样就告上法庭啦，咁但系因为呢一个学校真系好有势力，其实最后咧搞嚟搞去咧，其实都冇乜事嘅、最后都冇事。系啊，跟住咧另一个嘅关键人物啦，就系、一个韩国好中意讲一啲即系啲关于一啲抗争啊或者系啲维权嘅一啲故事嘅一个女作家，佢叫做孔之荣啊。
咁佢本身都幾有，即係我覺得都幾有勇氣。原來其實佢嘅背景就係咧，試過1987年嘅時候，因為反對呢個選舉不當啊，佢就上街遊行，咁啊俾人拉鬼咗嘅。咁之後佢就立志就覺得，我一定要做一個小說家，我要將我自己見過一啲唔公義嘅嘢，我好想可以講俾大眾聽。咁佢即係及後就知道咗啊，全應涉嗰個老師描述翻即係呢個故事啦，即係呢個光州呢間聾啞學校嘅故事之後，佢覺得真係好過分。點解呢班咁嘅賤人撲街可以逍遙法外呢？佢就寫咗一本小說，就叫做《熔爐》咯。咁所以就係、是、其實就係之後呢套戲叫《熔爐》，都係背上佢呢本小說個名咯。咁呢個小說其實佢2009年度寫出嚟嘅。咁之後咧，點解有關孔劉氏呢？咁原來當時孔劉咧係服緊兵役。咁就話其實咧，當時就佢要晉升啦，佢嘅上司就送咗本小説俾佢作為禮物。嗰本小説咧就係孔之穎呢本《熔爐》咯。佢上司咁得意。係啊，其實好似有啲 message 想帶俾佢睇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世界正義嘅人都仲係好多噶，係衰人好多，但係正義嘅人都仲係有好多嘅。咁佢就係睇完呢本書之後，咁孔劉當時已經係一個演員啦。雖然唔係話即係好出名好出名，但係基本上都有人識佢。佢當時服緊兵役睇呢本小說，睇完之後就覺得哇，點解南韓可以有啲咁令人髮指嘅事？而同埋佢覺得好想幫嗰個老師啊，即係嗰個聾啞老師，即係覺得唔係就係個老師，仲有嗰啲小朋友係啊，即係好想去令到呢件事多啲人關注。咁佢服完兵役之後咧，出翻嚟咧，佢就聯絡一啲真係製片人啊、導演啊。他就说我一定要将这件事拍成一套电影，那就2011年呢，就是大家见到这套叫做《无声呐喊》，也都台湾叫做《熔炉》的这套电影咯。那我刚才有讲到说有条片可以看看这个这么伟大的老师，是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去一去片一下。과자를준다고하면서다른남자를다른남학생을시켜서피해어린학생을데리고오라고지시를했었대요그리고그여학생을데리고오면심부름했던학생을보내고그여학생만방으로이렇게두려워와서잠그고그안에서그남자생활교사로부터성여러가지성추행咁呢度係佢講嘅其中一部分啦。其實事後套戲完咗咧，孔劉都有講過話，套戲拍得出嚟咧，只不過係真實嘅事情，可能十分之一都未到啊。即係對遭受過對嗰啲殘忍嘅虐待，即係可能即我哋理解到嘅就包括就係一定係有強姦啦，會打得好犀利啦，又將啲女學生個頭擺落一個轉緊嘅洗衣機度，係咁轉轉到佢暈啦，跟住又會撳佢落啲水度有窒息啦。擺落個洗衣機度啊！係啊。因為其實很多學生，即其實他們主要的學生都是聾啞的學生，即叫冇得叫，叫天不應都不是，直頭係冇得叫，咁所以變咗嗰個暴力啊或者性侵的嘢，就好像變咗冇辦法去揭露咯，好多時都。我有一張圖，依張係咪都係熔爐好出名的恐怖？係啊，呢張相啊，就係。就是扮演呢個校長的角色咧，就係係咪呢一幕你記唔記得？不如可能由你形容下。其實我覺得係成套戲入邊對我嚟講，唔係話有一幕兩幕係好記得，而係即係因為我當初我睇呢套戲嘅時候，係我未知道呢個案件即係最細節嘅嘢，譬如究竟係個小説點樣改編啊，本身係點樣啊，而係當我睇完之後咧，就係、是、我頭先講嘅就係、是。韓國電影呢，它是很能夠令到你感受到受害者遭受的傷害啦，同埋即係譬如孔劉飾演的呢個老師啦，你都會很感受到究竟揭唔揭露呢啲問題嗰個掙扎，因為其實本身孔劉佢係一個老師啦，咁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其實本身呢間學校亦都係一個好有勢力嘅背景啦，咁佢嗰個老師其實亦都係真係好需要呢份工嘅，因為喺個劇情入邊咧，其實佢自己係一個單親嘅爸爸啦，咁佢個女又係一個長期有哮喘病嘅小朋友啦，咁所以其實佢係好需要呢一份工嘅，咁。
而佢亦都會諗，其實如果佢真係去揭露呢件事嘅時候，究竟其實有幾多人會相信佢咧？佢可能唔單止係冇咗份工嘅喎，即係你諗下，如果即係告唔入啦，可能係調翻轉頭係會俾人告嘅喎。係啊，因為其實你講得啱啊，開頭咧直情學校告翻佢轉頭，話佢就係嗰個施虐者，唔係話佢誹謗不單止，仲去話佢係強姦嗰、那個。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即係。而整個電影給我的感受就是，即我一路睇，我一路就會不斷跟自己講，真係真人真事，真係即係真係唔係劇情咁簡單，係真係會係真嘅咩？即係其實嗰個感受係每一幕你都會覺得好不敢相信咯。是啊，因為其實你剛才所說的，即你看到戲你有這麼深感受，真的他們說過很多次，真實的是比這部戲更差百倍，是啊，這個是最恐怖的地方。所以當我看的時候，其實我想很多的韓國的觀眾，或者這部電影的其他觀眾，都會好像我一個感受，就是為什麼可以有一些這樣的人存在，為什麼可以有一些這樣的事情發生，而得不到一個公義的呢？所以這一套電影呢，其實當時票房很高啦，票房很高之餘呢，其實呢是亦都是令到呢他的社會上面的一個很大的關注，是關注這件事件啦，亦都關注了呢，即兒童性暴力的那個法例啦。最後呢就是因為他們即政府覺得，哦，其實原來那個法例真的太寬鬆了，而修例咯。這個其實是亦都係產生咗一個法案啦，咁就即係佢哋就因叫熔爐法，係啦，因為係由熔爐呢件呢個小説或者呢個案件啦嚟到發生嘅，咁直接咧係叫咗做一個叫做熔爐法咯。咁而當中咧，其實頭先我哋講話即係參與呢件點係即係嗰個犯法嗰個啦，犯法嗰個人其實係即係校長，係啦，主任，仲有好多個老師，係啦，佢哋咧亦都係重新去調查嗰個案件，而因為咁樣咧，佢哋而重新重判咯。即係變咗，其實係呢件事係令到我會真係好深刻嘅感受。除咗係因為嗰個劇情之外，亦都係會覺得啊，一部電影原來真係可以去改變成個國家所有嘢。咁我會覺得呢個其實就係我自己作為一個演員啦，作為一個電影從業者啦，我自己心目中想透過電影而做到嘅嘢咯。即係好多人都會問，哦，其實你拍電影啊，你最想做咩角色啊，或者你最想攞咩獎啊？其實對於我嚟講，呢個唔係最重要咯，最重要係嗰部電影係咪真係可以影響到社會，影響到成個地方嘅人？咁而當然，《熔爐》呢部電影佢唔單止影響緊韓國，即我相信有睇過呢部電影嘅可能香港觀眾，其實呢部電影都會影響到你哋咯，係啊，你可以俾翻我，我啲相要出，我一路已經蠢蠢欲動啦，大家見到我，因為好多相想出啊。今日就頭先恐懼你有 show 到嗰張相，就係即被譽為係真係咁嘅感覺，就可能再恐怖啲。突然間有個頭咁樣喺度竖出嚟咧，就好多人就睇完呢套戲，覺得呢幕係好驚，因為你會好代入咗個角色，就係個小朋友已經係想逃離校長嘅魔爪，但你都喺間學校裏面可以逃去邊咧？咁個校長竟然咁樣即係喺個頭咁裝出嚟咧，就覺得好驚咯。咁咧其實間學校咧個樣可以望一望啊，呢個就係個學校嘅外貌啦。咁一樣嘢咧都幾吊鬼嘅，其實咧。佢咧有喺嗰個學校門口咧有一個碑嘅樹立咗，咁佢講啲乜嘢咧？就話係重生啊！呢度係重生嘅希望。哇！毛管洞完全係毛管洞啊！因為本身光州就好似頭先所講啦，就係、是、曾經80年嘅時候，即係有啲民主運動發生過啦。咁所以光州係被譽為一個好似即係抗爭嘅民主搖籃咁樣啦。咁佢就竟然係將呢一樣嘢就當咗係啊！我哋學校都係一個重生嘅希望咁啊！但係裡面竟然發生呢啲事咯，即係其實衰到咧，直情原來話咧，呢個學校裡面咧其實全部皇馬垮嚟嘅。咁佢有一個咧少少嘅人物關係圖，因為其實我係睇啲大陸嘅媒體 cap 出嚟，所以係簡體字啊嚇。咁本身就係最大粒就係嗰個金姓理事長咧，就應該就係個校長同總務主任嘅老豆嚟嘅。即係其實即係嗰啲咯，即係成功衰富幹咁啊。咁我老豆剩攞大嚿錢咁一路營運落去。咁就算其他嗰啲教職員工咧，好多都係自己啲親戚，直情誇張到咧有好多係冇教師資格嘅，同埋喺呢間嘅聽障學校即係聾啞學校咧，竟然係
唔識手語喺度教書咯。嚇，唔識手語點教？有好多個老師，即係多包括埋會施藥嘅教師咧，係完全唔識手語。咁啲學生及後接受訪問都話，其實完全嗰幾年好慘，就係、是、除咗學唔，即係你首先俾人虐待啦，同埋你係真係學唔到嘢啊，完全係嗰幾年係白白浪費咗咯。即係仲要係你受到啲咁驚嘅嘢發生。咁頭先耳聞都有講過啦，即係其實因為呢個熔爐法咧定立咗之後咧，佢係對咗一啲性侵案啊，係加強咗好重嘅刑罰嘅，例如係點樣樣咧？佢會將呢個嘅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就叫熔爐法啦。佢就係話，如果性侵女身障者，即係如果你身體有殘缺，如果你性侵佢而又不滿13歲嘅話咧，直情可以判到無期徒刑，即係你要坐一世監，係唔可以申請假釋出嚟咯。因為之前係輕到可能係兩年啦、三年咁樣就可以放出嚟。不過可能其實嗰個年代未係好。好，即個法律未係好完整啊，或者好圓滿，變咗其實佢哋可能會忽略咗一啲嘅犯罪嘅一啲嘅審判啊，係啊，或者刑罰啊咁樣。你講得啱啊，跟住同埋就係其實套戲咧上咗係大概37日度，就真係嗰啲民眾嘅聲音好大，即其實好老土嗰句團結係真係力量嚟啊！如果你一兩個人講其實冇意思，但係當你成個韓國咁多人一齊講咧，就逼到真係政府要好正視呢樣嘢咯。而呢樣嘢我要讚一讚嘅，即我會好代入到，如果香港發生呢件事，你話要立例咧，我唔知道要等10年、8年定20年之後啦。你睇下講動物保護法，我由以前舊網台2017年講到而家，你頭嗰幾集邊講？係我成日鬧噶，因為動物保護法嗰啲係講緊你撞死，淨係可能係以前嗰啲年代大英帝國嗰陣時，你撞死豬啦、羊啦、牛啦、驢啦先會有事，你撞死狗嗰啲咧就冇事嘅，即係好唔合時宜噶。咁但係佢呢個法例可以快到點樣咧？你套戲係講緊係2011年上映咧，其實佢2012年已經實施啦呢個法例。其實一來係因為佢哋自己喺韓國入邊嗰個反響、那個影響好大啦，聲音好大啦。二嚟其實因為呢套電影咧，佢真係好震撼啦，拍得亦都喺個拍攝上亦都係拍得好好。咁變咗呢一套戲佢唔係淨喺韓國入邊紅咯，即係喺其他地方。係，起碼你都會好受呢套戲，好震撼到你。即當你一套電影你變成咁國際嘅事嘅時候，其實佢哋自己韓國都會受到一啲國際上面嘅一啲嘅壓力啊，或者關注啊，咁令到佢哋真係有必要去修改一個法例咯。咁呢個其實就大家都會講啦，最後係再審過咧，就真係今次重判啦。但有時好慘就係咧，你嗰個正義係咪叫得到彰顯咧？就係、是、個校長咧，因為生 cancer 死鬼咗啦，即係佢就唔使面對第二次嘅刑罰。咁但係原本第一次可能涉案係得幾個老師啫，咁第二次再審嘅時候咧，就已經多到係有14個老師係要被告噶啦。咁佢哋都坐得幾耐監，今次可能判十幾年啦咁樣咯。咁但係大家都會問咯，其實小朋友受到嗰啲傷害，即係你唔係話判咗佢坐監件事就完結噶嘛？因為其實佢哋有一班，即係呢一班小朋友有一個心理諮詢師咧去輔導佢哋噶。佢有接受訪問有講到咧，直情其中一個受害學生咧係個心態都扭曲曬咯，即係會話即係對個社會好仇視啦，即係好想殺死曬嗰啲人啊成咯。呢個我會好明白嘅，即係呢個係似我哋以前嘅一啲個案咯。即係有時話，咦點解嗰個人會犯案？佢會殺人？佢會成？個原因就係其實佢自己都曾經遭受過一啲好深嘅傷害咯，所以有陣時我覺得呢啲嘅傷害咧係會延續落去噶，即係譬如這個校長他虐待了這些小朋友，其實都會影響到這些小朋友將來的發展，他們將來的家庭啊各樣咯。所以即不只是、校長啊或者這些事啦，譬如有時我會覺得有些人可能他的家庭上面可能是、家裡的問題，其實都會影響到他們再成長，係啦，佢哋成長，佢哋再組織佢哋自己嘅家庭，再影響埋佢哋嘅仔女，再組織再之後嘅家庭，其實好多嘢都會有影響。真係騰輪瓜瓜輪騰，好似一個循環咁樣影響落去咯。咁呢個就係、是、我哋想分享嘅一套，我相信都見到好多朋友有睇過留言，係啊，好多都話係用腦喎，無聲吶喊睇到喊啊嗰啲咁樣講咯。咁咧，我哋第一節嘅時間差唔多，而家我哋咧休息幾十秒，轉頭翻嚟咧，我哋再繼續講其他嘅電影啊。